首先好幸運啦，我遇到一個咁特別嘅角色啦，就多謝導演，多謝書生俾呢個機會我。我完全之前係完全對呢個跨性電視完全一無所知嘅，都係全靠導演一班嘅介紹俾我識一班嘅跨性別朋友，俾我去了解佢哋一啲嘅事情啊，知道佢哋嘅心路歷程。一個女人，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女人，一個女人如果面對咗一個家庭，突然之間個老公話俾佢聽，我變咗心啦，但我唔係中意咗第二個女人，係我變咗一個女人。其實呢個都幾驚訝、幾震驚嘅一件事。所以喺處理翠絲呢套戲裏邊嘅老婆咧，我係將呢個焦點係放得比較大一啲嘅。好驚訝咯，驚訝到驚訝，唔知點解日本咁多愛香港電影嘅朋友咯，佢哋講曬廣東話同你打招呼啊，同你恭賀説話，同埋我哋翠絲部戲過到去真係反應非常熱烈，我都嚇咗一跳。我係啊，我同太太，我同我老婆講一輪好多好多自己可能要講兩夫妻即係行咗行埋咁耐。大家都當若無其事，其實係有問題呢樣嘢。我忽然之間，我係諗到自己好似都有呢一種嘅問題，所以係咯，我覺得要即刻要攞出嚟，要傾偈啊，即係舒緩翻啊咁樣。我冇喎，我由第一次造型已經係都愛上咗嗰種嘅造型噶咯喎，嗰啲裝扮啊，女性嘅漁網絲。間唔中都會有係坐啲坐姿咯，啲成日翹腳嗰啲坐姿咧，嗰啲當咗係自己嘅動作嚟嘅。係啊，間唔中我都會。